也希望你们可以这个精神抖擞，为我们先来一段这个相当热情有劲的小开场的那个口号演出，是有准备好吗？哦，点头的人就是有一种，这位长得像李玉芬的同学吗？还是老师？是老师哦。哦，那等一下要记得大声一点哦。好，好，那反正呢，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声谢谢。那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特映会当中觉得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的特映会的片花是特别为大家做准备的，还蛮长的，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这个收到我们满满的心意。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待会就由主角来跟你们说。那在今天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透过四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包括了我们在我们的 Vido 的官网、 Vido 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包括我们在三立华剧的脸书粉丝专页，在三立新闻网、在三立娱乐新闻的脸书粉丝专页。希望你们都愿意帮我们做这个所有平台的分享，在你们个人的这个账号里面。那你们这个在过程当中也可以一起看看这个，你知道直播跟现场你都在，那看一下说这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微妙可爱的这种小小的不同的地方，让这个自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么多的媒体朋友来到这里，那我们希望今天过程呢都让大家很开心愉快。今天在中南部的天气不太好，那等一下呢这个希望我们透过直播可以让他们这个稍微觉得得到一些这个疗愈一下，雨下的好大哦。那今天台北也因为可能天气阴阴的，让大家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就多想了一些，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来到现场。稍后我们的记者会就要正式开始了，那大家先稍微这个暖暖身休息一下。暖身的意思就是待会要记得拍手，拍手是今天最重要现场希望你们帮我们制造的那个最棒的那个声音效果，好不好？谢谢大家，不然我们再练习一下掌声好了啦。好，这个顺便暖暖身子，来，双手借给我，三二一，拍手。天哪，这是历来暖身最大声的一次了，希望待会你们在正式开始的时候可以用那个更热情的方式，好吧，全身力气拿出来，就在这个地方一边拍手一边尖叫都可以的。今天你们喜欢的同学跟老师我们都把他们请到现场来，待会就让他们感受到你们满满的支持跟热情，向我们这个新戏得到你们最棒的祝福。稍后见咯，谢谢各位。好，赶快找好你今天喜欢的位置。我说现在进场的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们，然后同学们呢都已经先考好最棒的位置了，今天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最好看的片花，然后希望这一段片花可以让你们深深受到这个感动跟对我们新戏的喜欢。谢谢所有贵宾到场，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引导到他们的座位上，感谢各位哦。直播即将在稍后要正式开始，记者会也要在直播的同时要跟大家一起来祝福我们的新戏上档。多少绝望让你拜拜拜拜，等不到幸福可以带带带带，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好想好想你，我无法呼吸，痛无所遁形，该怎么原谅自己？我好想好想你，我无能为力，心无法痊愈，想起你再说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
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哦，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直播了，一分钟之后记者会要正式开始，跟我们一起上线吧。然后也跟这个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们这个没有到现场的好朋友们，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新戏上档，有这么多那个这么棒的演员一起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好，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开始，高校同学会记者会也正式开始，来，大家来个掌声，为我们今天的新戏首映送上祝福，谢谢大家。上个礼拜我们在台视首播了，这是暑假让大家觉得最热血的一部新戏，那我们看到了非常强大的新鲜的卡司，希望让大家看戏的人觉得耳目一新。这个礼拜呢，我们在台视频道要播出第二集，但是在三立都会台也要同时播出了第一集，接下来在往后的日子，周六跟周日两天可以让你看个过瘾，这个礼拜记得把它补上，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同时再感受一下新戏带给你的感动。在今天非常开心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来，我相信我们的卡司还有故事一定会带给你全新的很特别的感受，尤其在礼拜天的晚上或礼拜一上班的时候，你不想心情有点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有点幽默又带点可爱的这样的内容，当然里面还是有很多让你感动的故事，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同时锁定频道，展开一场可爱的追剧新路程。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在同步的直播的平台上，包括有在 Vido 的官网，在三立华剧粉丝专页，在三立新闻网，以及在三立娱乐新闻的脸书粉丝专页，而且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在这一周同步进行的第一集的播出的三立频道上，非常感谢我们有福库电子锅为我们进行冠名赞助，掌声谢谢他们，拍手。今天福库的朋友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感受到我们这个为新戏共同热情的付出，还有这一群人，你们的制服非常的鲜明，而且今天同心协力要为我们的新戏送祝福，你们这一次也是我们产学合作很重要的伙伴，谢谢醒吾科技大学在这一次提供我们最棒的校园场景，还有40位同学演员共同加入演出，今天现场只有这样来怎么可以呢？你们要不要来一段可爱的开场呼口号？老师比同学热情，同学今天是怎么样？哈哈，来来来，现场交给你们喽。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电视剧，也是我们全新的卡司阵容，让大家能够耳目一新，非常感谢他在这次精准的选角，还有为我们送上这么多好看的故事，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贵宾，三立电视都会台台长暨我们节目部的副总经理王淑娟副总，欢迎淑娟姐。感谢感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巨星文创娱乐董事总经理黄玉山先生，欢迎您来。好的，这一次呢，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也到了桃园国际棒球场做了取景，非常感谢棒球场给我们的协助，还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演员群们呢，也都受到了专业的棒球训练。感谢蓝米狗今天来到我们的桃园队的副领队，我们的朴维清，欢迎你来。好，看棒球是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把棒球的运动加入我们的戏剧当中，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祝福。最近刚好在打亚运，所以呢，这亚运的过程当中，这个选手们也需要受到我们很多的加油。体育频道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是我们的宝汉运动平台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哲清，欢迎你来。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极限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沈佩成，沈副总，欢迎。好，来了，同学会要开始了，今天大人说不说话，要把场子让给所有的同学们，今天他们是来跟你们见面的，所以待会你们最热情的方式掌声欢迎他们来。我们在学校里面虽然只有两个班，这两个班都长得还不错，今天是颜值担当一起出现，谁最帅你最爱我不知道，但希望每个你都喜欢。先欢迎我们丰川高中三年级班的同学登场，欢迎，呜，拍手，欢迎他们来，往舞台中间站来，所有同学们来来来来，靠过来靠过来，来来来，麦克风麦克风送上来。好，
可爱的同学们来。好，我们从 OK， 那就从来，我借给你掩体这边先开始，从掩体跟大家现场问声好，而且现在我们在同步进行直播，听说你们是自优班，你懂的，自优班学生讲话也是蛮厉害的，可以吗？可以，可以。那借你，讲完要还我。我怕你自由班把他抢走。好，来，谢谢，来，欢迎，再次掌声，他们要跟你们介绍自己喽。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妍缇，那我是三年七班的丁连连。是这样。谢。对啊，我是千金小姐丁连连。大家好，我是丰川高中的三年七班安俊哲，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丰川高中三年七班的利友里欧。大家好，我是丰川高中的路易斯，尖叫。Hello， 大家好，我是丰川高中三年七班的吴浩宇，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丰川高中三年七班的 Wells 苏伟华，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正达，我是饰演三年七班的班长李建宽。谢谢大家，欢迎你们来，再次热情掌声，谢谢丰川高中三年七班，来，大家向右转，往前走两步，谢谢。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了，他们两个应该是死对头，但今天他们要一起在台上 并列站好。三年八班的同学，欢迎登场。耶，呜呼！来来来来来，那班长愿意把麦克风送来给阿班的同学，不要这个样子，大家今天有话好好说，不要互相伤害。你在公车上写字，对，教大家算数学，对，东海只会数学。哦，是哦，东海只会数学，东海还会撩妹。东海上个礼拜让大家看的开心的不要不要的。还有撩妹吗？我觉得东海啦，你本人站好就已经电动撩妹了。东海还会吸粉。我觉得你今天还是。巴蒂终于变成偶像明星，所以他今天有点激动。但我今天穿得很正式，我们没有要问你。我们今天还没有要问你，而且他为了来参加这个我们的特映会，冬装都穿出来了。是，绒布。贾库伯，请进室外。好，我们来好好欢迎他们。徐涛，开始跟大家问声好，来。大家好，我是徐涛，我是王东海。谢谢。啊，就这样，就这样。简洁有力。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伟恩，我在《高校英雄传》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三年八班的蔡强生，谢谢。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志伟，我在三年八班演的是赵颖晴，他们是男神组，我应该是男鬼组。男鬼组，对，他今天楼下刚好在补度嘛。现在是我的岳父。喂喂喂喂喂喂！乱讲话，玩笑。喂，好，下面有班长。Hello， 大家好，我叫纪念杰，我饰演三年八班的班长郭嘉欣。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席维伦，在剧中里面饰演的是吴芳娣，谢谢大家。欢迎你，席维伦。嗨，大家好，我叫何梅，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徐丽雅，欢迎。可爱呢。那你最爱哪一个？我最爱哪一个吗？我觉得大家怎么有BL的感觉？大家往下看就知道了，越来越劲爆，就是下面的集数啦。哦，我们这一次在这段访问当中，我们确定了那个王东海只会数学，所以我们还是问他数学好了。那这个礼拜要播第几集？明天三立是首播第一集，台视是第二集。那一加二等于？啊好，哦，数学好厉害、啊！我觉得今天我在这连这题都会算错的话，你真的也是在公车上，就是可以去告你污毁那个公众交通工具。很可爱的一些画面，然后藉由他们会传达给大家。热血的三年七班、三年八班，欢迎他们入座，拍拍手，谢谢。来，好，来，上面都有自己的那个座位牌，好不好？坐好啊、哦，坐好之后要准备欢迎老师。同学们入座的时候，老师在后面整理衣服。老师即将登场，老师在剧中有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带领大家一起认真向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星期播出，得到更多人支持跟喜欢。欢迎李运庆、刘宇晶、罗宏正。
呜呀哟呼扣扣扣帅帅帅很荣幸站在你的旁边，你可以不要臭脸吗？我有臭脸吗？没有，你人蛮香的。你闻闻看，闻闻看。好，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帮我闻啦，我错了，我错了。对对对，你闻一下，快点。真的假的？没有了，你叫他闻，快点啦，给他闻啦。闻我，不要问我。哦，好。不好意思，你不要那么讨厌他，你麦克风先借他啦。你这样子不对啊，你只叫他闻，又不让我闻。哦，好，他叫你闻他，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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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后。没有没有没有，就一人一边，一人闻左边，一人闻右边，好。很香哦，好。真的香香的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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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他说他自己啊，因为他是浓汤啊，浓汤就是香香的，其实他是这个意思。哦天哪，他撩你的妹？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妹是不会轻易被人撩走的。只要试过我这种口味的，很难再改变。我跟你讲真的。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你气场超强超帅的，没看过这种出来的时候就镇住大家，然后可以幽默又可以震惊，可是可怕的。据说这是这一次三立的最穷的男主角，又没有关系，以后会我跟你讲，最穷但最有志气啊，最有才华，而且人长得这么高，感觉上来说那个妹就开心的不要不要的。你喜欢有钱的还是有才华的？我喜欢有钱又有才华。可以再给我十年吗？加油。哦、我觉得你在不好意思，有钱又有才华就在你旁边、天哪天哪，我们今天是上来，我们在那边是在搞 diss 的游戏吗？就是上来，我跟你讲，今天我们长官真的就是说要把说话的时间都留给你们，所以你有什么要先跟大家讲的，在那个问候之前，没有，还没心情问候啊，这是一场，就是有一种小小的暖身的概念。暖身吗？那种啊啊啊那种。OK， 我喜欢你这种，就是对上 tempo 以后，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反应。就当然是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嘛，因为上礼拜已经在台视播出了第一集，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这部剧，然后继续的帮我们支持下去。要啊，一定要啊！你这么帅，然后这么认真，拍戏那么多细节要求，看得真的很开心。细节要求，当然细节 要求的很多，但我觉得看到了你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专注，专注专注专注，帅气帅气帅气。我说李运清也是啦，对对对，好，三位老师很正式来跟我们线上直播的所有的大家，还有现场这个今天来看你们的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问声好，欢迎罗宏正，拍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宏正，我在《高校英雄传》里面饰演的是陆大翔，谢谢。耶、yeah。欢迎可心老师刘宇菁。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宇菁，在《高校英雄传》里面饰演的是唐可心的角色，谢谢。谢谢，热情掌声，李运庆。大家好，我是李运庆，我饰演的是林康宝浓汤老师，三年七班 Left。怎么这时候不听话了你们？没有戴眼镜不听话的。对对对，你今天看起来没有那么贱，所以他们没有。没办法，偶尔也是要阳光一 点。没有没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的阳光里面又带着很火辣的那个光芒。真的，然后可心老师就是有心有所属于别人，然后你又一直处心积虑要追他，你在里面有一些心路历程吗？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应该。学生求学时期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喜欢的都是功课最好的那种、那我就是一路上来，我就一直念书，然后很有成就，然后在教书，所以我喜欢的也是像这一种、对，是像那一群坏学生的话我可能就是坐下。你谁站起来谁坏，对啊，所以通常我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没想到坏男人特别吸引这种女生啊，看到她就很受不了。你今天没？情侣装的意思，他在跟你就是宣告一下，他们颜色一样。你对啊，但是因为他的那个，他实在太强烈，一进来然后就抢掉所有的风头，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我戏里面的角色个人是非常讨厌他的。但我本人很喜欢他啦，洪正。我刚好相反，
好好好，对对对，已经要围绕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种不一样的氛围，有觉得一种新的小幸福吗？是。其实剧中主要我的眼光都是追着陆大翔。哦，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忽略了一下康宝老师。你根本不记得康宝老师长什么样子吧？好像有戴眼镜哦。今天刚好忘了带来啦。对对对，阿、啊、你喜欢他唐三藏的造型吗？哦，我自己觉得非常性感。哦哦哦哦，就是有一种超脱俗的感觉。脱俗、嗯，哇塞，就是一种升华的形上的那种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仙气的。所以他有什么紧箍咒是会让你就全身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自我控制？怎么你们不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吗？你不本人不是一直有猴子吗？对。但是好像我们都还没有试过紧箍咒、啊。那我们现场示范一下。哎，还没。好，那你刘宇晶给一个，然后示范完之后，大家要很开心哦，就是你要把它，我要把它制哭住。好，嗯，哭。啊？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刘宇晶就是这样最可爱，就你问他什么，他就说啊，然后突然之间就给你一个东西，然后就他就这样，我跟你讲，这样超迷人的，就是当然、啊、就是一种傻懵傻懵，然后让他觉得啊，好没有心机哦。那种飞太多了，最近希望这种比较清纯的，像这种老师的角色，等他变了，我后悔这样 Q 了。OK， 这种角色啊，大家如果最近都有在追剧的话，这种角色一开始看起来天真无邪，到最后都会变得最可怕的。嗯，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有新的那个片花，对不对？然后新的片花要跟大家在这个我们那个首映会上要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听说里面有什么小彩蛋？对。今天的片花里面会有小彩蛋，对吗？会有什么？有有有。那个彩蛋呢、啊？它会在片花里面，还有最后面，因为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洪正还没到。啊好，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们早上有拍戏。哦，很辛苦。对对对，哎，三个不要再吵架了哦。谢谢对，然后。哎，位置在那边哎，刚好一个、两个、三个，那你们可以入座了。我们要来看片花，谢谢三位，看完再来聊哦。来，好，今天他们三位来小开场，先让大家开心一下。那他们在这个拍戏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用心，今天会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想必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待会灯一暗，我们就为您送上今天全新为大家剪辑出来的精彩片花，有第一集，有后面的已经拍摄完的一些故事的片段，一起来感动，欢迎您来收看《高校英雄传》，拍手。明天晚上十点，三立都会台要播出第一集，然后后天晚上礼拜天十点要来再看台视频道的第二集。观后分享，欢迎三位老师登场，罗宏正、刘宇晶、李运庆，来再次掌声欢迎他们。呜呼！老师，你走路很有气。老师，你气场真的很强哎。然后那个刚刚看到你那个。算人生第一次有那么长的胡子吗？我说白色的那一幕。啊，对对对对，白色的，那个智者大翔，虽然刚刚没有介绍，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充满智慧的大翔。跟你一样，跟你一样。是这个意思。我喜欢看你尴尬的感觉。然后这是人生第一次扮古装的概念吗？还是第一次留那么长胡子？古装的话，之前是女装了。对，但这一次就是男装的古装是第一次。你在跟他们许愿吗？未来想要扮嫦娥或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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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不要，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不会，我跟你讲，我刚刚看真的整体感受上一定要这样告诉你，但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内心的氛围，你很容易，你有一种帅的让人家一看就会心动的那种气质。我不知道是吗？真的真的，我是很认真的在那边看，然后你每一个小细微的动作，哪怕只是一个侧脸，我帮你给他们看，你看那个。肖志伟心动的不要不要的，没有，你可以坐下了。对，好。哎，我这边的那个这个概念上来说，就是你们在里面有很多种那个角色上的那个演出。我刚才还以为那是月下老人。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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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但听说你们两个已经那个了。哪一个？就那个，就是嘴唇有打过招呼。哦，有有有，那个就是在密闭的空间嘛。啊，密闭空间。嗯，对。不好意思，那个老师。是发生在一个浪漫的某一天，蛮浪漫的耶，是七夕、
七夕的时候，前几天、选在七夕，就是两位已经有一些就是特殊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在戏里面啦，戏里面。对对对对，好，讲一下感受。感受。对，让李云清生气一下。那天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凌晨。对，凌晨就刚好过十二点的时候。是跨过十二点，就是七月 七夕的那个概念。农历的七月七号。真的会挑哎，很有浪漫的感觉哦。我觉得蛮浪漫的、啊，你觉得浪漫吗？因为其实那一天拍到四点。你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你这样对吗？她是一个女孩，她跟你说很浪漫，你好歹先跟她说，嗯哼，这样子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要等到就是大家看到的片段才会知道我现在此刻的心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呈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也厉害，神奇。但你可以回到那个寻常人的感动里面，她好歹是也是一个颜值高的美女。是。那有浪漫吗？其实那天蛮浪漫的，而且就是工作人员也都说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哦，真的。那有那边有个人脸酸酸的，是我在的那一天吗？拍到四点，后来你先走了，好像。哦。我就是看不下去，我只好走了。就是等你走了，我才。那软吗？哎、没有，我这件事很重要，这是史上那个最快速有这种亲密戏，然后已经先跟大家预告了，老师跟老师之间已经达成了某一种这个甜蜜的氛围在其中，所以雨欣小姐对那个洪正先生就是吻技有简单三句话的，就是心得的跟我们的透露、这样。哦，这好难讲哦，因为应该毫无技巧可言。简单粗暴，而且粗暴的人不是他哦，是你对哦，好，那就留在戏里面，我们就来好好来那个看。但因为今天因为某一种粗暴的概念，其实我们有提供一个活动让你们泄愤，其实是给吕应庆的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个棒球嘛，其实我们今天玩了一个九宫格，就是让你的同学可以上来跟你们有一些分组，然后就是有输赢之间我们会大概做一些惩罚。今天就是一个同学会，希望今天来的同学都可以开心，多拍一些你们的照片回去。球技那个投球的状态还 OK 吗？还 OK 啊，应该啦。哦，真的？那可欣老师嘞，雨欣，你投球还可以吗？我没有投过哎，到目前为止。哦，真的？那林青，你投的还可以吗？投不远。我还可以啊，真的，对啊，哦，投得不错，我是投篮球啦。哦，懂，没关系啦，都可以。但今天我们就刚好，因为你投的。就是没有要理你投的怎么样，就是你今天要当评审。OK， 那你问我干嘛、啊？没有嘛，就人家准备道具，总要有让你说话的空间。不然你又我们两个交情也算是比较认识比较久，要就是帮助一下，就是。谢谢。那你等一下，我们其实是一个一二三木头人的概念，但你要类似一个讲一些垃圾话，说上课卖投球这样子。上课卖投球。对，然后我有帮你塞一个位置，我先带他过去一下，不好意思，两位先稍等问一下。哎，不好意思，你在这边，在这边。啊、你要拿麦克风，因为你要讲话，你要一直不断的讲话。我要一直讲话。对，然后他们就是要玩那个九宫格。我一直讲话，那你要干嘛？就我休息啊。哦，对对对，就这样。但九宫格就是你跟戏都有关联，有吗？他们大概要丢，然后就是一个bingo的概念。然后他们赢的跟输的，有连到线的就算一分，连最多线。然后我们大概一分钟嘛，然后旁边会有人计时。那你就是当那个抓鬼的那个，我在那是你的位置。好，对。那我需要你说像一二三不同，所以我是你说上课卖头球，对对对，那你可以用你最贱的讲话的 tempo 来讲，来示范一次。上课卖头，你这很贱呢、欸。怎样？对好啊，我跟你讲，先注意一下直播里面的概念，就是比较 dead air 的那种氛围，不然大家会看上那个线上看会以为我们断讯。哦、对对对，你要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哎、啊，这边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哎、啊，再来，对对对，好，选你们喜欢的老师跟他站在一起，这样我们是不是很好？问题是今天我要背对他们吗？不用。其实我只要喊就好了。你要面对他们，我要面对他们。对对对，那你是不是背对他们？那不重要，就是你要面对他们。好，因为镜头在这里，你看。耶、这是你今天好的，大家好。主播李运庆现在在、分好队伍了，哎，对，你们来哈。球赛呢，正将即将要开始了。分好队伍了，是那罗洪正先生，是你觉得是你这一队要先来还是？我觉得给女生先选。哦，真的好，我先不要讲说输赢要做什么，但是我没有设一个线，刚好就是这里是一个中心线，就是这盏灯的这个地方。那待会呢，上课卖头球，所以当那个运庆老师，浓汤老师喊出这个口令的时候，你们就要定格，
啊，如果我们那个没有的话呢，就是被淘汰了。那所以呢，你们先上场嘛。那所以你们那一队就当担任那个抓鬼的工作。要，你也可以不要投，你可以叫他们投，随便你哦。你是公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好，那你先试，你先示范投一个。你这个投了，如果有也算。来，过来，你在这边。对，对，你说哪里都可以，你要那么近也可以，没关系，你今天做什么都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样？我很怕可心老师投球的技术跟他开车一样，我很怕他丢到我啊。哎、欸，我们是这个意思。等一下，等一下，这样不够过瘾。不好意思，那个教练，你可以教他投球吗？那你可以在后面带着他投球吗？啊，对对对。投球呢？哎、欸，不是这个，你说你要对，要从背后球，对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欸，等一下，摄影大哥在移动位置。对对对。为什么要安排我在这边就是看这件事情发生呢？就你那边视角比较好，这就是一个仇人视角的照片，希望你今天可以 po 在你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对，哎，我帮你拿麦克风，不好意思啊，你们请忙。对，哎，不要拖太多时间，我们在直播、哦、老师。对对对，哎哎，老师等一下啊。对，老师要投之前，好好好好，准备哦。哎，老师我要跟你说，阿球真的不要先丢出去，就是要有一个 pose 让人家拍下。好，哎，对对对，哎，好啊、不好意思，可心老师，你的头可以靠过来一点吗？哦，感觉蛮好的。哦，今日最浪漫，头再稍微侧一点，稍微靠着他的脸，有没有？哎、欸，你醒了，你整个人生都改变了。你在这场，你要让我生气的话，就要靠着他的脸。哦，好，那贴一下，贴一下，对对对 ，OK 哦，好，嗯，还不错吧？哦，好，多美好的一个画面。怎么啦，何美同学？你可以教我投球吗？哎，不好意思，这样子可以吗？啊、你要问他、啊，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没有没有，我觉得，哎、欸，你没有把重点讲出来，是要扭腰，所以你应该扶着他的腰。不要这样子，他们你不是会生气吗？对对对，我气死了！天哪、啊，他气到跺脚，我老天爷，来帮你学一次，对，认真学他生气的样子，三二一，跺脚。对，大概这样可以。你为什么要翘屁股？我没事，翘屁股了。好，那这边同学先过来准备抓鬼，然后他们准备要开始，好不好？拿了计时的那个同学准备哦。然后运庆老师交给你了、哦，好不好？上课卖头球就要定住，可以吗？所以上课卖头球，他转过来我就不能投。对，然后你要用定住，记得要 pose 要最漂亮。那如果我没有，我还没有喊的话，他就定住，这样可以吗？随便他啊，他是公主，哦、你为什么要跟他讨论？规则呢？好了好了，他是今天随便他怎样都可以。好的。如果待会上课卖投球，你刚好丢出去，你也没有犯规，你可以继续投。谢，可以吗？可以。好，来，同学过来跟老师一起，我们就是一起这样过。哎、欸那個，那我们输定了、啊，他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丢不准啊。啊，对，哦、那可以，那可以。对对对对。好，准备了哦，宋伟，你要当那个攻球员是不是？然后，哎、欸，我都可以往前站，对对对。我不用转啊，我你不用、啊，他已经都随便了，对 对, 對，他现在整个生气，对对对。啊，看谁连线连最多、哦！哎，天哪！同时可以可以，所以宋文、哦、你要加入，当然，好，好中吗？准备了、哦，计时开始。同时怎么计啊？哎，一起丢啊，就是一起丢，对对，不然然后三分钟球。哎，等一下我喊呢、欸。对，怎么都打海报？只有可心老师，三个人投球，球球，麦投。哎、欸，没有没有，不管规则啦。谁丢我？哎、欸、哎、欸，时间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三颗麦头球，还十秒，三十秒，好。麦头球，上课，上课麦头球，上课麦头球。到底有没有人在听裁判、啊？对啊，哎、欸，你完全也没有下指令，所以他们就一直投啊。我一直下啊，我说上课麦头球，不准再投了。我喊了那么多次，全部都犯规。时间到，哎、欸，好啊，时间到，不好意思。老师，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欸、我刚刚有投到合格，他没有倒。好，我帮你把它拿下来，稍等一下。这样可以吗？好。左边。好准哦，来。这个裁判形同虚设。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没有，你也是偶尔要当一下道具人，就是。好。啊，好不好？好，对。投道具我。一条，两条，三条，哎，一二三四五六，六条。是这样吗？啊，对啊，只有这格没有啊。啊。嗯。好，那这一组准备哦，好不好？来，你们要坐过来抓鬼，然后等一下呢，只要那个可心老师说你犯规，然后你们就要退后哦，这样懂吗？好，我们来示范一次。好，来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可心老师，不好意思，你可以来我这边。待会只要你看谁不顺眼，说你犯规，然后他就要往后退。好。
这样懂吗？就我们的规则是这个样子的，比方说你看纪念节就觉得这个女孩太漂亮，犯规，你说犯规，然后你就往后退，漂亮犯规，对对，就往后退，就不能再投了，所以最后可能只剩下罗宏正在投球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哎，他已经这样这样没有犯规，他没有犯规啊，这样没有犯规、啊、等一下我跟你说，你唯一不能说犯规的就是他，那其他人都可以犯规、哦、这样可以吗？然后其他人你说退就退，只有他打死都不退，好，因为他要一直不断的向前按你那种概念。徐涛犯规、啊、还没开始，老师你冷静一点，老师你今天好活泼，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好，那这边不如我这个裁判的位置给你好了啊，林青你冷静一点，对对对，这是一个有进镜头的时候，镜头表现出，一起来加油，把那个上流人渣的概念都做出来就对了，我上流但我是人渣，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准备了，哎，我要先闪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丢你，好，不好意思。好，计时预备，我们来欢迎这一队，准备投球开始，一分钟，上课卖投球。哎，是这样子吗？对，他们已经有了，可心老师、哎、可心老师他们犯规了，谁犯规？徐涛，徐涛往后退，哎，你犯规了，你不能投了，不好意思，对对对，好，继续，好像不用阻止他们的、欸、对啊，上课麦克球，怎样？你说谁犯规？莉亚犯规、啊。徐涛，你去后面出去，好，剩两个，这样就不能玩了。对啊，这样不能玩，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赢。对，哇，这一队好乖哦，我喜欢这一队。天啊，哎，我才刚讲就丢我。对啊，还有几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好，对对对，我们再去。哎，怎么了？还可以吗？好，何美同学还可以吗？我看一下，这个没有，一条线。这个有，哎，这在耶。他还在，浓汤老师也在。哎，两条而已耶，就是六比二。哇！合作愉快，是你赢了。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四位再往前站一步。对。啊、你过来，运庆陪我、啊，陪我，好吧，好吧。我们这是这个样子啦，就是怎么了？怎么了？沉住气，沉住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干嘛？我没有干嘛？我们赢的这个队伍啊，要接受那个输的队伍的服务。好，对，你们四位 那个获胜的四位先往前站一步，不好意思，你们是那个就是服务团队，对对对，他们是贵族团队，来，往这边站。老师，你要站 C 位哦，不好意思，巴蒂过来，好来。对对，好。往后推一点吗？好，除了老师后面不能站以外，老师后面给老师站，来，老师过去一下。老师给老师站，老师后面。当然啦、啊，老师要站老师的后面。教练要站老师的后面。请问一下，这个服务是？哎，没有你的事，你过来。对。又没有我的事，那叫我上来干嘛？你是我朋友，你今天跟我一组的。好好好，我跟你一起。哎，你想要站谁后面？我站。他瞪我了。我应该不能站班。我应该不能站方弟后面哦，好好好好，班长已经瞪我了，班长瞪你了哦，好，我们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然后哎，再往中间那个靠过去一下，这中间这两个位置，好好 ，OK， 小心小心，再推一点吗？好，没问题没问题，自己的椅子自己拉哦，然后好好好好，对对对，然后来前面四位往前哦，你们可以坐下来。对，后面的那个所有的大家向前一步走，然后要为他们进行一些按摩的服务。哇，好棒哦。哦，抽签吗？不好意思，今天的服务的部位啊，我们是有限定的。当然当然，就是这么周到。当然当然，这比你在开箱还周到呢。是，来抽一个，对对对，来再抽一个，来抽一个，来大家一起打开看你们的哪个部位要接受后面的同学服务。这部位都是正常。当然正常哦，大长头，二头肌。好，二头肌，二头肌，二头肌。你是老师，你哪里哪里？哦，那刚好，因为其实虎口。哦，好好好，这都还好吧，都还好，没有没有，我喜欢这个。老师要帮老师按摩耳垂，哎、耳垂会戴耳环呢、欸？啊，拿下来呀、啊。哦，好。对，啊不，嗯，他觉得可以，嗯，拿耳环可以按摩吗？我没有看过有人按摩耳垂的，要怎么行驶？来了来了，建安哥示范给你看。哎，我没有要示范，来，你先把手放在他的耳垂。耳垂达人。对，然后你只要问说舒服吗？舒服吗？啊、他就是说还不错，那就可以啦、啊，就大概是这样子。怪怪的，否拍照对不对？哎，对，没有，不是否拍照，我们是真的是否大家今天同学会拍照，他们配角，他们今天只是刚好有空来这边上班，就是过路的来拍一个照片。你先示范一下，不好意思。舒服吗？哎、不好意思，你要回答。怎么啦？没听到你说什么？我说还可以。你要大声一点哦，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再一次来。
舒服吗？蛮好的，蛮好。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渐入佳境。渐入佳境，对。那我懂，不是，是他感受度就变强了。来，你的是虎口，哎，虎口拿出来。那、啊、你的是啊、哦，肩膀拿出来。你比较辛苦啊，你只要给二头肌就好，其他部位不要亮出来，谢谢。因为其实我手臂有在练、我们没有想要看你的手臂 哦，真的，对对对，真的不用脱啊。对，然后记得哦，就是我们按摩时间二十秒而已哈、哦，请大家好好享受，好不好？哎、欸，他真的要脱哎、欸，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初次当偶像明星的人，然后哎、欸，可以的哦，你这样抢镜头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了解。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我也是这样想，上面那这样蛮好的。徐涛，好好按、啊。为什么那边在按摩耳垂呢？这发生什么事啊？哎，想学是不是？你看我们给了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我们按摩预备备哦。嗯，也是由你来说。啊，预备备。啊，没有没有，新的口令叫按摩不要停。哦，好，好，来给你喽。然后你就说按摩停，他们就停。哦，按摩不要停，然后我说停就停，他们就停了。好，就是看你要让他们被服务多久。哦，好好好，嗯、没问题。但是、就是不会有人帮你按摩，我大概先跟你讲一下。你不是说你要帮我按？啊，没有，我们等一下后台再说。对对对，这、okay、公开场合不要这样子。好，好，来交给你。上课什么？按摩不要停。哦，按摩不要停，开始。雨晶老师舒服吗？徐涛会不会太我手臂 会太硬？手热热的，很硬。雨晶老师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吗？你这个袖子稍微。那个耳骨一毛都岔出来一点的地方。哦，对，哎，不好意思，你可以问一下雨晶老师有需要加强的。哦，来来来来，山头的部分。雨晶老师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吗？我觉得可以再大力一点。这样舒服吗？哎，肩膀吗？还不错。你按摩不要停，你干嘛跑掉？继续。好，请继续。来，按摩停。好，就这个 pose， 来拍张照片。来，我们帮那个。麦克风帮你收一下来，工作人员来帮个忙，谢谢。然后那个老师手上那个小纸条帮忙收走，好。哎，李运庆，不要走，要一起来拍照，对。哦哦，那我在这边好了。啊，随便你开心最重要哦。好好，来往前看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那个送给胜利队伍老师的一些小小服务。拍戏辛苦了，尤其耳垂的部分，今天可以得到非常强大的放松。希望雨晶老师接下来就是可以。听的听力更好，对对，来左边看一下，来一起一起，好。哎，巴蒂尽量不用怪表情哦，正常就可以了。好、哦，好，来在右边看一下，来右边的摄影群，好。OK， 中间再一次来看一下声哥，来来来，好 ，OK 了吗？大家，好，谢谢各位，服务结束喽。对对对，谢谢，不辛苦不辛苦，对。这礼拜为了要那个力拼更好的收视成绩，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么热情的跟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然后呢辛苦各位咯，然后请运庆老师带着所有同学一起入座，留下两位老师给我就好了。好，来入座咯，老师，哎，麦克风，谢谢。好，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你们两个，就是无论在那个演戏过程当中还是私底下，觉得你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充满了正能量啊，让大家看起来都是非常愉快舒服的一种组合，大可 CP 嘛，是这样子。嗯，你对你的女主角评价还不错吧？对啊对啊，非常认真。漂亮吗？漂亮。我想听这一种比较肤浅的啦，不好意思。对，漂亮，可爱，热情，活泼，大方，娴熟，端庄，无可挑剔。哇，那你要回应他一下，他大概我们用一个对句的方式，他给你多少你就来换你换你，对，哦，一个都讲不出来，不会，他是我感受他那个是这个时候叫填在心里面，对，大方娴熟端庄认真可爱活泼，我真的觉得他都有。哎，哦，真的哦，娴熟的部分是娴熟，就是味道的部分。哦，味道，我觉得你很会 cue 你自己，我真的觉得相当喜欢跟你这样一起工作的感觉。不然我不喜欢冷掉的感觉。我也懂，我也懂，我们怕那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 dead air。那你们两个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今天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下雨天啊，从各地来到这边，然后跟你们一起这个见面，所以啊、哦，哪一个是他的？对啊，这是洪正的，然后这是雨晴的，我们要把这两颗球送出去。这上面有你他们的祝福，还有他们的签名。全世界只有一颗跟一颗，所以送出去就没有了。好，我们也不要抽奖了啦。他们有都有手上有号码牌，那就这样
丢啊、欸！不要这样子，让球飞一下吧。不是，陆大祥，陆大祥先休息一下，先罗宏正先来上班，这样可以吗？陆大祥先冷静一点，对你现在是罗宏正，对，罗宏正用最温柔的方式，所以你是怎样？你想要用直接送过去，是不是？我没有意见哦，我是认真的。我们还是抽号码、哦、对嘛？你看，比较理性一点。这个男主角真的很奇怪，然后给他游戏规则他又不要，然后跟他说那张这样去好了，他又不要啊，不好意思啊，你有什么喜欢的号码？他们刚好都有一个 number。你说随便讲一个吗？那、啊、就你喜欢的那一个。也是一到一百中间。啊，你开心的，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不要给我讲什么两万多那个，不要这样子，这个很难找。但是他们一到一百五十，差不多是这种范围里面是最好找，但是就是尽可能让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我先是不是？啊，可以。好，那我要讲喽。哦，好，你说。嗯，十七。十七。哦，十七。有吗？十七号是谁？啊，十七号在吗？啊，刚好不在啊。I'm sorry。不会不会，其实我知道你心里的十七就是他啦。对啊。谢谢。你们两个。那我的送你。谢谢。好，那这一趴就结束了。我们他们没有要送给你们，好不好？你们应该可以接受吧？他们互赠给对方啊，你们都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掌声拍手一下。不行啊，不行啊！大家都就是你知道，冒着风雨前来，还是要把奖品送。啊，你就自己爱玩啊，我就帮你啊，你又不要，你真的很奇怪。你不是说她今天是公主吗？她、啊、先的，我配合她。好好好好好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再选一个公主，你再选一个，选到有为止。你先选。好。十七。十八。十八在哪里？十八在那边呢、欸。哦，真的有接住哦。等一下啦，你不要这样子，他可以上来，你冷静。罗宏正上班，陆大祥休息。好，来，不好意思，换我。那我选后面一点的，好。好啊。八十八。八十八。OK。有吧？哎、欸，有哎、欸，八十八吗？好，出来。哎、欸，请。天哪，就是 man 的选到一个 man 的，对啊，好害怕。你是十八吗？你像十八吗？来，大家看一下，这是十八吗？这胡子比大祥还夸张哎！啊，没有了，开玩笑逗你的。哎、欸，真的啊，这礼拜要帮我们支持一下。好，上礼拜有看吗？有，认真说。真的有。好，里面最帅的是谁？陆大祥。你好好讲这么多，里面最帅的是谁？陆大祥。不好意思，球在我手上，不好意思。嗯，对对对，巴蒂都不知道他站在镜头后面，他怎么站都不会有画面，他好辛苦。来，你要把球送给他，然后你们两个还要拍一张那个立刻拍，立刻拍，往前站一步，对对对对。天哪，等一下，我跟你说，你拍完之后，如果你喜欢可心老师的话，就不能拍，好，不好意思。对，好，来往前站一步，往前站一步。哎呦，好可爱哦！好，哎，然后森哥那边看一下，森哥那边那个会帮你上在那个照片上，在我们三立华剧的脸书粉丝专页哦，你也可以去抓一张那个清晰高清版的图。教练在干嘛？好 ，OK， 下一组，不好意思，来，老师，你要把你的球送给这位哦，表演艺术课的同学。对，我看过他，我们之前有一次。那个也是活动的时候有遇到他、哦、真的，他的那个 M 字腿很厉害。嗯，好。没有，就怕时间耽误太多，那就直接这样找他给你球的过程当中，你就一直 M 字腿。我说我们两件事情一起做啊，因为你同学 Q 你，我不好意思伤害他们的期待，但是让你单独表演又怕拖太多时间，主持人今天话比较搞味，来，不好意思哦。那赠礼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 M 字腿，然后来收下你送的球，来，三二一 ，Action！ 哎 ，OK， 来收下球了，哦，哦。来往前走，送他一张立刻拍，来，好，要 M 字腿吗？不用了，拍照这样子会有出现最萌身高差，好 ，OK， 谢谢这位同学，啊、哦，还有森哥这边，不好意思，我怕你有遗憾，不好意思，可心老师，我们这样没有，来三秒钟的 M 字腿，让我们森哥帮你拍一张照片，上传在三立华剧脸书粉丝专页。好，来，我站旁边的呢。对，在旁边的，来，三二一 ，Action！ 哦，好，谢谢这位同学。等一下，快！
你要提醒大家看《高校英雄传》啊，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收看《高校英雄传》。然后讲完之后要再一个 M 字腿，然后入座。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高校英雄传》。哦，谢谢。希望他有一天也会有 M 字腿。我说说而已。哦，辛苦你了。龙真很可爱，然后他有很温暖的感觉，希望你们在戏里面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感动。然后最后了，在这里面跟大家做那个这礼拜三立播出的时间的介绍之后，直播要结束了。来，可欣老师交给你。这个礼拜三立是礼拜六。对。10点会播出，是在我们的那个都会台要播出第一集，对不对？是的。对，那洪正要介绍一下那个礼拜天要播的。礼拜六是在三立都会台，对对对。礼拜日是在台视，也是晚上十点。这一周是播台、台视是播第二集，第二集。那三立是播第一集，是。所以希望大家看过的可以再二刷三刷没关系。对，一直刷一直刷。反正无聊嘛，好玩嘛，笑一笑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真的，礼拜一上班都会有，在礼拜天晚上先培养好最开心的心情，然后带着开心的心情，然后期待下个礼拜又再次看到你们的出现。希望你们收视越来越好，希望你们的这个带给大家感动，他们都能够收到。谢谢你们送来祝福，热情掌声，谢谢他们今天到现场。直播结束，感谢大家今天线上的收看，来跟镜头挥挥手。直播结束咯，直播下次见。好，谢谢，OK。